Hank 兄，然后 Paul 叔，曾律师，曾老师，然后施老师，然后那个咱律师，还是哦，还有黄创办人，啊，主持，然后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哈。因为即马拄好，就立法院已经开始开会啊，我想讲遮吼，其实较重要。当然啦，无讲啥物较重要，但是咱人也是要登记。但是其实我会记伫咧简单今年吼，较早的时阵，迄啰今年，毋知是几月几月款吼，咱迄啰台独人民其实迄个时阵有开一个会，啊，我伫迄个现场迄个致辞的时阵，我都有讲，足侪人甲我恭喜啦，等等安尼吼，我讲当然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一个胜利，尤其伫咧中情放假，啊，但是我讲吼。我们如果光是这个变成一个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哦，就觉得是一个胜利，觉得是一个很值得骄傲跟恭喜的事情哦。我感觉这应该还差得很远，还差得很远。对我来讲，我这个人一直是足实际的人啊。我虽然讲哦，我拄啊自细汉就听建国讲长大汉的。啊，我虽然讲拢还阁听 TNT 嘛，迄个时阵较早啊，听遮个电台大汉，我嘛拢知影讲咱台独运动伫咧即个过程中有足侪种无共款的即个策略，啊，有足侪无共款的即个方法，啊，大家拢讲足侪种无共款的即个可能性，哦，要安怎行到遐？有的是讲哦，直接就即个宣布独立就独立吧。啊，有的是讲吼，啊用修宪的方式，啊有的讲假名，有的讲先回复到这个变日本的一部分，啊因为现在怎么样，啊丁丁用战争法，但、就是有足侪种，吼、哦，即、這个多方的学者啦，哦，这个最近最流行的就是还有解职嘛，吼、哦，解职又出现电解职嘛，所以讲这就是有足侪种无同款的学者的讲法，啊无同款专家的讲法，啊我。即、这个伫即个过程中吼，我嘛算讲是即个柯建雄老师吼，即个册顶顶我拢这个反复的阅读，所以想办法在多家的这个看法里面吼，去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方向。但是到底上尾啊，台湾的用哪一个方法吼？我一直足乐观，感觉讲吼，咱吼即代人吼，就是包括咱即马坐伫遮吼，应该是。差不多十几年啦，十通年以来，我认为讲应该台湾就会变作一个正常的吼，名、都是台湾的国家，不管讲吼是用哪一个头拄仔讲的迄个规条，大家讲出来的各种方法，但是到底是哪一条，最后人民是选择哪一条吼会最顺，这我都无法做，我猜不到啊，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自己的本分可以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哦。比如说我本来是闪灵乐团的主唱，我也当走的就是用文化的方法，用音乐的方法，啊，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他有更正确的认识。譬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网络上哦，很多在这个有的时候就看到反省文呐、啊，譬如说也说啊，他本来都一直都是出去哦，他觉得他就是代表台湾很骄傲啊，对，也恰恁寄出去安尼。那一开始还很不赞同我的讲法，这样我说哎，一滴国旗哦，这个不是我们的国旗，这样一开始不赞同，结果现在那几位歌迷啊，变成强力反对任何跟用中华民国的象征来象征台湾的啦。啊，伊以前你看伊遐个歌迷出去看演唱会的时阵哦，为着要代表台湾哦，伊拢提车轮椅出去呢，在各大大小小的这个 festival 啦、演唱会啦、德国、法国、日本啊，就高举车轮旗，然后写台湾这样。我讲您真的乱起，啊，一开始也没有得到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作为闪灵乐团主唱，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个方向想法写出来以后，啊，因为我们歌迷有很多国嘛，所以写了中文。哦，又写了日文，又写了法文、英文等等的，去讲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这个纠葛，而且啊用上简单的方式，我们知道没有人喜欢这些摇滚歌迷哦，不是喜欢看论文的人，不是像我安尼哦，去提这个柯建雄老师的册来看这种，所以我就尽量写简单，但是这个我就是觉得把本分做好，虽然我猜不到最后台湾会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可以怎么做？我也得想。所以讲，去年我选立委的时阵，这个过程中也是同款。我就一定哦，我就讲
这个本分用好以外，还有那用词要精准，用词精准的、就是，比如说哈，绝对袂当讲哈，最后很习惯，你看到这个车轮旗有叫伊国旗哈，啊，你看到这个，你讲华语，你就讲国语，啊，你讲这个中国，你就讲大陆，啊，讲全国，你就讲全省。点点，这个东西我要很清楚的自己的用词建构在自己的内化，啊，让我的歌迷也习惯这样。啊，当选立委的过程里面，也就是另外一个学习啦。我讲跟你干嘛讲？因为选举跟做运动无同款的所在，是选举的时阵，你爱知影讲人民伊想要爱啥，不是干他单方面的教育跟推销。我自己的理念。如果在制度上，全世界的制度上设计，你单方面只想要宣传一种理念，那就是去选不分区啦。譬如说你要宣传环保理念，你要宣传台独的，你要宣传吼人权啊，等等，你就是去选不分区嘛，啊代表那一个理念出去。但是你若选区域的，你就要知影中情帮家家的人伊想要啥，一种双向的。我有我的理念，你们也有你们想要解决的事情，那我要继续推动我的理念，但是我是你们选出来的人，所以我会来解决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也记得，我决定参选第一件事情做的民调，不是我跟林玉芳之间对比的民调，那边比我跟他十几趴，你还是不要乱赢。更无人知影林场主是谁，那是 Freddy 安尼。所以讲，一开始做的民调就是咱的选民因觉得什么东西很重要哦，市容啦，吼、哦、万大县啦，吼丁啦，民主改革啦，公开透明，我要看这个开放式的收集以后，然后融合自己的。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人权、台独，哦，这些就重要诶。啊，选民觉得，哦，哪些很重要，然后尽量把它融合成一体。啊，我会讲恁的形象，我买讲我家己的形象，安尼想办法来去选举。这个就是我整个去年过程。所以讲你每天有 Freddy 讲哦，啊，这个台独，欸 Freddy 是不是支持台独？然后讲，哦，这个哦，这个要看这个全民的共识，哦，要有一天这个大家这个。让大家吼公投来决定，然、啊、后我们看民意的决定，这样我袂安尼。你若问我是不是台独，我是不是支持建国，是不是支持这样，我这个不用犹豫啦。我就算说不是，也没有人相信啊，对不？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你不会看到我这样讲话，但是你会看到我除了讲这个以外，我会讲很多中正万华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事。人家会干嘛讲啊？你敢那够你家己的呢？你拢袂，我袂够我的意地安尼，就尽量的去融合，那把这个民调上面的这个过程中那个。大家也觉得很重要的几项，在我有限的时间跟资源去推。那我基本上我自己个人建构的一个惯性的逻辑思考模式跟大家分享。啊，那我现在在国会里面可以怎么做？我认为是安尼啦。那我家己看今嘛这个社会哦，哦，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那个这个，听说是。叫做什么国会参与什么青年联盟微博，就是台湾的，现在一两百间学校有这个国会参访团啊要来，啊有邀请咱那个议长要吃饭哦，等等，啊他们希望票选一个他们最喜欢的委员，也可以一起去吃饭。啊，票选出来的委员当然是我啊，一百多个里面不知道哪不知道喜欢我，一直问为什么不是洪慈庸，对不对？因为听说那个政治类的应该是查甫的宅男比较多，应该是。我讲 OK 啊，就会啊，因为啥喏？那你讲哦，中年人以上票选的不会是我啦，哦，你告时间啦，哇，重点就要来了，好啦，我讲是讲为什么年轻人？因为我一直相信讲大家这几年流行的自然毒这件事情，天然毒这件事情哈，大家已经是一个惯性，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天然毒、自然毒这样心理的习惯，把它变成实际上？发生可以保障台湾的这一种真实状态啊，而不是只是心理是这样的习惯嘛。我们要把心理的想象跟习惯变成在各方面能够保障。所以说我过来会当做的代志，其实就是包括想讲，这个咱所有的工作啊，就像你看咱不管两岸监督条例啦，只要有诶无，尽量我们都是提示国与国的关系。但是迄个国家诶，这个关系吼，尽量要想办法突破，用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去习惯变成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战后来统治台湾的一个体制，但是跟我们自己
好，傻傻变啊，跟我们自己原生在台湾应该要长成的国家，它不是完，它可能有一些交集，但是不是重叠的。所以怎么样越来越凸显台湾，然后越来越让中华民国 fade out， 然后让台湾 fade in，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然后在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来去。哎，努力好，还有我搁坐一下好啊，伊都在口话讲，爱跟伊讲过。好，打断一下，就是麻烦哈，那个立委就是华航的。等一下，我们 Q&A 的时候一起讲。他要走了啊，没有，他还要再坐在那边。在哪里？我等下你讲。改成我不是跟他想这啦，我奥运的制服啦，三位有诶无？前年是台北，我拢嘛在想。不然我哪有可能跟他想华航？我专想爱护脚的方面的啊，都嘛都在想。这个是内化在细胞里面，不会忘记，你放心。我就敬佩你哦，你只有你敢，还有赖金德敢讲台湾独立。来来，等你 Q&A 的时间吼，因为今天我们叫这个，来，我们好。我真感谢。嘿。咱十一点开始有 Q&A 啦，希望你十一点时间过来接接受 Q&A。我头发好啊。好。咱魏医师讲，二十秒要甲迄个，哎，来要甲来。哦，我魏医师无你讲个时间吼，阿姐。因为是名词的问题啦吼。哎。我讲讲全国还是全省，讲中国还是讲大陆。对啊，伊个 Freddy， 恁即阵有一个问题讲，我们国会是哪一国的国会？这一天我来，我们的立法院，哎，我想那个是立法院，不是国会。关键，这个立法院的哦，卖给我们的，对不对？对，卖给我们的国会，这边是中华民国国会啊。来，大哥，因为这咱老去问你好啊，因为讲这就讲民间讲的，来，来，爱讲个关系。感谢。台湾都不是国会啊！哦，你讲是我你国国会啊？感谢感谢。好啦，继续吼，继续，咱就叫咱安排时间吼。好，这位是咱这个曾兆昌曾律师，好，来请。